with you. I can't be sad with you. Just take my hand and fly up through the dreams where the skies are so clear with you. Hello, 大家好，我是宇轩。为什么你穿小娘惹来？因为今天我们要吃牛娘腹。这是纳西布拉尼。这个是咖喱 fish， 等一下啊，来给你们看，它的咖喱 fish 好看，好像很好吃。我不会吃。哇哦，这个它的肉。然后呢，这个就是 salad， 那边的 mango。啊，那是个 money。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试试这间餐厅，叫 Javi House。拿这个拆看。哇。他给一个咖喱的，哇，真是这个好吃，太好吃了！再看，再看他的那个，我不要吃咖喱。哇，咖喱也真好吃。然后这个就是他的 mango 的 salad， 我来拆看。嗯，很好吃。看最后一个就是他放点那个干鱼，酱鱼仔在上面。等下来爸爸拿给。哇！来爸爸拿给。哦，当然还有鸡根的这个，还有鸡，其实它也是有 lamb 有鸡那种的，然后有一些牛，可以 try。来，你 try 看它好不好吃。我们这个就是今天要来的那个Nonya Food 的 restaurant， 它是在那个 Armenian Street 那边，就是变成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古迹区里面。现在进入他们咖啡这个 restaurant 里面的里面吃饭的东方，这个是前厅，前厅。在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画画，就是老屋子的画画。然后这边有两个，就是以前他们农家的爸爸农家他们的厨，然后还有一些照片。可以看一下那些照片，都是爸爸农家的照片啊。这个角落真的是很漂亮。然后这边有一些布置，他们的一些书本啊，还有一些艺术的作品。楼上还有一个桌子蛮空旷的。我们已经吃完了，你看吃得干干净净。OK， 好吃吗？那这个是一个其中一个在槟城的农粮food的一个选择，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给看下面的那个地址的连接。好，它的食物讲真的是不错，然后环境也是蛮不错。然后楼上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 guest room， 就是很大的一个桌子，如果说上午几个朋友家人亲戚起来的话，可以在上面聚餐，因为上面只有一张桌子而已。然后还有沙发在那边，我觉得是蛮 relax 的。OK， 拜拜 ，see you next time。拜拜。Like I was told.